接下来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半决赛，下面向大家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TV1 号台裁判员贾舒淇，记录裁判员徐锦言、耿威，运动员楚秉杰、张坤鹏。下面比赛开始。你好，楚秉杰。你好，张坤鹏。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3、2、1，开始。张坤鹏获得开球选择权。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到英之谷乔氏杯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山东临沂站半决赛 TV 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苏新元。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庆荣。第一局张坤鹏开球。本场比赛两位选手上场冲球的来自黑龙江的张坤鹏，对阵屏幕稍稍靠左的来自吉林的楚秉杰。比赛采用33局17胜1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在上一场半决赛当中呢，这个于海涛是战胜了郑宇博，率先撞线进入到明天的决赛当中。张坤鹏和楚秉杰也是本次分站赛第二次交手。对，在64进32的双败淘汰的比赛当中，当时楚秉杰是13比12战胜了张坤鹏。近啊，右边14号底带啊，这杆球可以说打得稍微厚一点，一定要不能打太薄，打厚一点，利用第一杆左塞上去，把上方两杆打掉，最好是先能叫底带的一颗12号球，然后用中带的15向下去叫9号左边底带，最后9号呢也是刚好可以去衔接8号球的右边底带，12、15、98。再来啊，第一局张坤鹏胜，比分1-0，开局清台。谢谢。
第二局出并接开球。稳定的冲球，十秒。哎，应该能看得到，而且这个角度，他是有其他想法，一推一顶，六号球撞死，然后左边中袋下方有底袋再向上。而且这一撞之后，黑八的屏幕右边啊，左边下方底袋啊。也是够下了。不可以吗？嗯，还是先上去了。那上方十号啊，十五号下来，左边十四再向下，也是刚好是左边一个底袋，右边一个底袋。十四号的一个角度是很关键的，叫做中线附近。力杆啊，稍稍给一点力量。太轻。好球。看看角度。还是有些向屏幕左边啊，就等于向下。脚中还是脚底，啊，左边冲袋，第二次吃定决胜，比分1-1，开球星台。
第三局张鹏鹏开球。开球时机，继续击打。一上来啊，开球时机，这也是为了啊保证一个比较良好的中袋进球率啊，然后控制好这个白球。技术型的冲球是特别容易出现的这种现象啊。一个环节做的不到位，就容易开球时机。他这个力量打点相互配合。有点像上一场比赛张鹏鹏啊，也是在三次头三局的这个自己的冲球局两次开球时机。对，中袋啊，十四号下方刚好十三，从这个方向现在这样来看的话，这个黑八是一定要确定打哪个袋口的。右边红三这边，差不多啊，左边应该是有下没有问题。十三先打进，啊，是否要留九？九号叫八中带了，基本上啊，尽量叫直啊一点。就是可以的话，就是轻轻往前推一点点，过上方单侧球啊，斜向角度，九号是个笔直的球就可以。第三局确定决胜，比分2-1。关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第四局初定杰开球，也是挤压力量过大啊。中袋是上沿，躲到上沿了。再看一下，两球过线，目标球上方的都中袋上沿。
可以进攻十二号先上手了。这把花球位置也是相当不错，拖着打，顶一下。哎，没顶住啊！顶住的话，刚好左边十五号向下一带啊。十号要没有的话，看看十五号能不能刮一个薄边，强行的去对。实在不行就只有十四号了。十四对，从下方打，我们这边十五，正下方长台十四号啊，还是中带。这杆球只要打准啊，力量上是不用特别大，因为本身是一个非常薄的球。是的，将白球完全给到下一个 K 球的目标球上就行，这个力量。嗯，看效果，太重，看中带，还是力量太大啊。组合接力吗？嗯，组合来了，但不是一个自然角。是的。上方啊，一个斜向角度的进攻，薄了，关键是要挡一下袋口啊，可以打进继续进攻，不进也是挡袋口。十号球。直的一条线啊，这弓架大臂顶端头顶包括前面的球杆这条线都在一条线上，而打完之后身体基本没有什么晃动，基本功好，对，眼神好，这球出杆质量相当高啊，一定中杆一点就好了，别失误。今天上午的比赛类似一个翘起后把进攻同样地带失误了，对，而且是应该是带着一些低杆发力啊往回走、是蓝石当时打的是，今天对于获胜的选手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连续作战两场比赛，看看这一杆啊，首先看角度，角度支持较位最好，不然的话有可能就要吃库借力了，要强行的让白球往左边走，叫中带黑八，便于走位就借一下，对，因为正好可以斜向地杆闪出角度。恭喜，恭喜！
第五局张坤鹏开球。开球失机。两次的开球失机啊，而这个局面选球，左门中袋最好选的是选不上啊。左下方十二号的这个位置有可能失意，也有一点点挡，而且这盘花球局势不是特别的明朗。其实楚炳杰之前的冲球感觉挺好，不就是自己冲呗？重新开球啊，自己开对吧？嗯。这时候打完了，又烧脑费精力，还并不一定有好结果。他不一定能打得光啊。对，这球。第五局楚炳杰开球。有球进，并且过线也是没有问题。啊，下来先 K 一杆，效果不好啊。四号球这边是 K 到了边扣上，然后左边二号球还是比较薄。啊，长台，打进往上走一点点，好球中袋，真准啊。尽量做的近一点。这个六号球我们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看样子应该还是够像，但角度是一点点向下啊，应该还是有角度，还是向下角度，关键后面还有一个四，这个角度叫的不是特别好，再往下一点点还可以，拼四号了。有把握就两库啊。
用带太明显的右塞在里边啊，高杆去调整就好了。嗯，没问题，角度稍稍有一点点大。能否去借一下下方滑球力啊？借球定位，继续往屏幕的右上方走，不要走太远，黑八这样还能打中带。这个球有点薄啊，就控制好力量啊。对，撞一个上半边，嗯，往右上方走一点点，好球。第六局初平杰开球。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初平杰在开球上倒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优势，暂时占了上风。对，这个局面非常好，也支持他可以继续得分。首先看定定颜色啊，单色红三啊。八色球，左边有十，下边还有一个十二。选花球，太高杆尾，低杆上去再下来，角度，看是否有吃扣一勾啊，将十四稍微带一下。好角度。是有角度啊，顶框一。还是吃库钩，顶黄一呢？当然是顶到这个黄一现在画面的下方是最好。这样黄一不会出来，但是互相组合，十四号就出来了。对，再走，继续啊，还可以打右下方底带，然后下方刚好左边一颗，右边一颗啊，上来用十一再去走，八号球。最好可以先打完之后叫左边那颗。
推下，右边十四再上去。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2019年，我们先从中国开始，消灭乔氏空白区，让中国没有乔氏中式台球的死角。即日起，以县区为单位，暑假购买乔氏金腿或银腿球桌的球房，即可申请最高5000元赛事基金。首批仅开放200张球桌。名额抢占热线400-6060-147。第7局，张鲲鹏开球。开球失机，第7局初并捷胜，比分5-2。送分了。用这样的方式啊，对张鲲鹏后面的士气是非常大的影响。有一点好处是你悬在这个半空中的心是可以放下的。对，我们是那个累计3次啊，然后再累计3次。8局，楚炳杰开球。你看这边依旧稳定。嗯。球，进带一颗，哎，开球失机了。第3个球过来下边应该是被撞了，进带一颗。嗯，2颗吗？嗯，啊，至少是2颗。刚好啊，下方右边底带。一 K 刚刚好啊。
15号向下角度，白球稍稍有点靠空边。这两颗球选择起来也是有一点点的啊，抬高杆尾需要发力。能力是强，不好打这个球。嗯，相当不好打，翘杆尾，拧着身子，还得发力。关键这个力量还得控制到好。对。继续来过来看球，右边中带啊，继续从下方啊，不需要很低，中低杆弹过来就可以了。叫九号球右边中带，力量太重，再走，好球啊，非常准啊，纠错能力强。第八局初定决胜，比分6-2。第九局，张鲲鹏开球。啊，没有问题啊，有球进。张鲲鹏这边前面也是因为开球失机啊，送给对方一分，是累计三次啊。对，判负一分，等于清零了。再累积三次啊！啊，缝隙里九号球啊，看得到。中带还有球，啊，上方还有一个比较难叫的15号位啊，因为衔接球这几颗是必须叫出一个非常宽敞的向上的一个区域才可以。目前你打14，中带有黑8，肯定要顶一下。11号球呢，不能太大力量。10秒，延时。
确实是没办法啊。这个球首先上来就不能太大力啊，只能是勉强打进。你想去强行要一个好位是不太好要到的。过来，中带二号球，稍稍有点轻啊，这杆球还是没有向上角度，力量太轻。发力从下往上了，看那架势就是。王一右上方，球推进过来，看七角度向上，这杆球想要强行去叫红三，也是一定要用一个比较强的旋转在里面，左在高杆，而且你上方还有黄一，倒是可以尝试啊，打进过来先挑一，一叫三，三叫六，这样下来也顺势的这样一个打法。先打一做三，然后七衔接再杀再下来也可以，对吧？但是他这杆你推过去干嘛去了，对不对？就是你的第一意图肯定是要叫七的，就是职业球手有一个个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的第一想法，他的击球习惯啊。那我如果想打一，刚才我轻推就可以，对吧？打五轻推就可以了。只是认为，如果上面留个七，打这个三号球的话，不会有太大的走位的压力，对。这个球用三，为什么三六衔接呢？就是你打三，只要较劲了，第一杆轻轻一点也差不多。就是难度在前面，还是难度在后边？那这杆一没较出好角度，较好角度往上一蹬，都不用去顶对方的带口球，就是你较劲了打进就可以了，也不用去太考虑说给对方球 case 啊怎么样的，因为你较远了，肯定难度就大。好球啊，准度好。官方赛停五分钟，五分钟内到，判负一局。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功能区，县里沿一红色五化中心，县收为村乡企业来改变它的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2019年，我们先从中国开始，消灭乔氏空白区，让中国没有乔氏中式台球的死角。即日起，以县区为单位，暑假购买乔氏金腿或银腿球桌的球房，即可申请最高5000元赛事基金。首批仅开放200张球桌，名额抢占热线400-6060-147。我是天津的何宝英，我54岁了，我从事台球已经34年了。这个扫码系统哈，我们安装以后，我感觉呢，比我原来的这个计费系统，这个首先从人工上确实节省，我现在能省大概2个人。第二个呢，对客人非常方便，客人能够到这儿来选他自己喜欢的位置、球台，或者是人比较清静、客人比较少的地方。打台球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扫码结账、扫码关灯，比较新潮。这个扫码点餐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方便，因为呢银台可以不设人，服务员呢既在银台，还可以在外边给客人摆球，可以去送餐，他都可以做一些专门的服务。当然在推广的开始呢，肯定遇到一些很多客人会不习惯，尤其有一些岁数大一点的，我们呢大概用了1个月的时间专门的去帮助客人，慢慢客人就自然而然就习惯了。扫码开台很方便，扫码开台很方便，扫码开台很方便。第十局，初并杰开球。暂停结束啊，我们再回来看比赛，依旧是有球进带。楚秉杰的这个开球进球率啊，还是保持得非常好。而前面第一阶段啊，这个领先优势啊，很明显，7-2。先来看一下定颜色啊，单色球相对比啊，这一盘球要好的比较多啊，里边。最难度一颗，6号的交位，5号啊，高杆横向过来。这个球如果说正常走不好走，要带一点点的左塞。好球啊，位置相当好，打进6上去，最好能够先打一个中杆，或者把这个中杆的位置稍微处理一下，因为这两颗球刚好3-4的附近上方啊，都是有对方的花球存在，从上往下打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最好能够把四打了，但是现在这个6号衔接啊，是不太好衔接。啊，先把6打掉，右边有红3，甚至于说有4传3，而且3号上方还有一个花色球，看看他怎么想。单打过来，看看力量还行啊。黄一7号，2颗球。轻打留角度。
低杆绕过来啊，带电中低杆。尽量叫到中线上，就是两个中带的延长线啊，连接。再一推，第十一局，张鲲鹏开球。有球进袋啊，但白球的进攻位置并不算特别的理想。稍稍有点靠后。看角度，九号啊。花球现在来去看一下，摆球区附近十四啊，底带没问题，右边往下13左边，15号呢也可以利用14后面或13去调左边底带。上方现在这一杆过渡是一定要叫好12号球，12号最明显的左上角跟左门中带都是有些，左上是没有啊，左中是一个不太好叫的位置，看能不能先调整一下12，直接就是拼了啊，底带。角度应该是比较直啊，中高杆往前要蹬。现在要考虑八号的问题了啊，可以最后用十号球去过渡八号。把十打掉，那就是再稍微往下一点，做一个八号球右上方的顶带。
这杆球左侧的旋转啊，好，回到这边来，多少带了一点点的右塞。第十二局，楚秉杰开球。看回手，没有。这边楚秉杰之前稳定的冲球啊，这一盘还是一样，一颗球撞到中袋上沿，一颗球撞到下沿。选花色球啊，是比较简单的。先把十号处理掉，那这么设计的话，十四、十五上去，十、十一打一个逆时针，可以往上多一点啊。低杆往回退一点，就可以坐到八号球的右下方的脚带。
第十三局，张鲲鹏开球。今天也是整届分站赛第九个比赛日，这边又开球时机了。开球时机。嗯，今晚这个张鲲鹏的开球啊，真是不顺啊。是的。明天下午一点半就将进行决赛了。本次分站赛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0名海外球员参加。也可以见证我们这个原创于中国的运动中式台球，对，在乔氏的推广下已经走进了全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在未来的分站赛以及海外的公开赛当中会有更多的国际球员加盟。继续击打，那主要在盘算这个球里边关于下方9黄111的这个位置是最关键的。首先啊，单色，蓝色一颗上来，两颗一勾啊，中带能否勾走一颗？啊，继续啊，左上方2号球还可以再打。这杆球线路计算的非常精确。对，刚好是啊，三颗过来勾走对方球。二号再来打中带看看，留机会。横三向下，看这杆是不是要顶一杆？像黄一的这个位置，顶开之后呢，如果白球停在附近，刚好6号可以过渡，没有问题啊。横三是完全够下的。基本上类似于中杆的一个位置差不多了。太高了，这画面也给出来一个位置啊，这个黄衣的左上角啊，是貌似还有进攻机会。因为你既然叫到这儿了，你如果不打，后面还没有带。攻一杆。对，不如强行的拼一杆。失妙。延时。好球。嗯，准了。要提前确认黑八带口，打完七左边底带肯定是有下了啊，就放后面好了，不要往前放，最起码还能出杆啊。太轻了，你看这个位置啊，直接上去再下来，还是说去顶一下对方12号球？因为这球有点角度稍显大啊，可能直接想往上走停住是不好停的。嗯，上去再下来，高杆啊，不需要下塞。轻轻一推，
第十四局，楚炳杰开球。开球时机，我们再看一下啊。其实这杆球力量并不小啊，两球过，中间再过一球，没有球进带，三颗球。继续击打。哎，我忽然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啊。怎么着？但是我担心这个会影响到球员。嗯，就是我们在比赛 TV 台的这个高处的某一个位置啊，可以架设一个小型的显示器，它同步的再去播出我们现在的画面。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看回放的话，球员有些质疑，其实他不用去走到视频组里面去，他在我们就是场地的斜上方，它类似于比如说一些拳击台啊，对吧？一些比如篮球场里边的大屏幕的这种性质，就正好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小的就行，它像记录的这个意思，知道吧？懂您的意思，正好是冲着这个选手，哎，对吧？他可以放比赛，比如说比分牌上面，或者是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也没关系，就是别影响到球员。嗯，但是我们可以放到侧面，就挂一个小显示器就行，或者就两边一边一个小的，一个都行，液晶屏啊。他只要能够就是说随时的啊，我有质疑，好，那边暂停，一会儿去看就可以了，也特别简单。而且可能在某一个角度上也能够给远方的没法到台子边上的人观众，对吧？也可以看。当然就是忽然之间想到这么一个想法。好，张指导，这设备得先您出吧。你就说这点子怎么样吧。相当棒， very good。要不然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说啊，好，那个有什么争议了，裁判长叫过来，然后呢同样是要到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部门里边去做一些录像的回放，这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对，浪费了很多时间啊。好，再来看球啊。是，角度可以啊，看看上方花球多少顶，是不是有个别的想法？对，一顶顶一下。擦拍球，这颗球十一号球啊，就推一点点右塞，类似于奔着这个十一号或者十一号右啊，那个奔着黄一啊，一号的下方或者一号的右边去走。而现在这个方向，哎呀，左边有下，左边有下的话，那下个反塞就可以了。直接叫到朋友们的右边，向左边打，就不要往球多的地方去走，有点够啊，加上把也够不到。十秒，延时。过来看看这边，一定要确认那个两侧的袋口啊，也有。但是没打进，也没上来。
朱敏捷今天也是火力全开啊，这种球打的是非常准，非常准啊。前面有一盘的一个中袋啊，又来，还是张坤鹏继续的一个失误。就今天统一到现在，张坤鹏的主动失误特别多啊，非常多了，三到四杆是最少的了。对于这种就是说顶尖级的球员出现这种问题，那对手肯定是稳稳的牢牢的抓住，会惩罚你的啊，惩罚你要得分。这种进攻失误是你根本就没有后手的失误啊！我是给自己走位的，对。但你走位的同时，可能也是给对方走位。调到两球中间，对，再推过来。基本上这杆失误就送出秉杰比分到两位数了。第十五局，张坤鹏开球。上面 K 一个帮进，下面又一挂薄边，那这杆球你到底还要不要再带一杆？又来了，没 K 到又下来，啊，这个位置，十一号啊，一点就是十啊，不点往上的话，中高杆就继续叫上方的边过球，还是再上去。看角度，感觉还是比较直啊，一点点向上，能不能一个强烈的右塞高杆直接蹬，这个球难呐。正常打进都不简单，还得发大力。
一种是组合，一种是将白球调到右边边库靠近中线的靠近开球线的位置啊，然后把白球甩到七号球一号球左侧，就单叫。如果说有这个组合球的位置啊，正常的推杆下来，接杆球最好能带一点点低杆啊。好球，再来，角度合适啊，正常在高低上去控制就好了。自然的高杆就可以。比分11-4。第十六局出兵解开球。10秒。四号球的角度不理想，转手打七，白球往下蹬，这时候想清楚啊，
强行低杆过来，叫五号，五号一顶。这个位置呢，我觉得以他的个人球风，应该会去尝试从下往上勾一下这个十号球。这样的话，横向的从右往左，再打六向上叫四中带啊，甚至说这个四号球的右上方底带啊，现在这个镜头看得到啊，没有问题。哎，直接来叫四了，哎呦，这个球看看打完之后是否缝隙中间能看到六啊？没问题，那就刚好在上方是可以打的啊，斜向角度够。轻轻一点，嗯，夹杆手不舒服。又是一个开放的局面啊，残局。是不是出本局还能抓住机会？先打进一颗，十号角度有点偏大，他也可以尝试啊，这角度是合适的。十号左下方没有吗？先打十也可以。正常高杆打进自然起来了，就解决一个小难点。继续做九号，做一个打中带，调整十四号的角度。尽量坐直啊。嗯。然后中低杆一点，中带十一接应了就。好球。那这样的局面就比较明朗了，十四十一。上方花色球，那有一个左上方的花色球啊，朱炳杰不打啊，选择跳球。艺高人胆大啊，胆大艺更高。再有一个也是现在自信心建立起来了。
第十七局，张鲲鹏开球。点一下，从缝隙中出来。三号球依旧是难点啊，还得找其他球过渡。看留七号的角度，抓一个多库，一二三来勾，落后有些多了，情绪上自信心上已经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了。刚进带口球，白球下来，调度你，并且还能防住。而继续的大力，本以为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一个火星撞地球的碰撞啊，但是比赛的局面却让我们大跌眼镜。楚炳杰这边是大比分的领先张鲲鹏，对，原本应该是一场比较焦灼的一场比赛啊，起码不亚于郑宇博跟于海涛那场比赛啊。两个人以前交过手啊，13-12，对，对吧？但是今天张鲲鹏在自己的冲球局冲出的这个冲球的局面完全是失准，对，罕见的三次开球时机送分，而且频繁的冲球不进球，包括在中间尤其是第一阶段之前频繁的进攻失误，中带右下方脚带都出现过失误。但是实话实讲，楚炳杰在这十几局的比赛当中基本上自己没有主动失误，打得非常好，有些球虽然说白球没太叫到位，但是靠自己强大的调整能力都打进了。对的，
这个自然角并不是一个纯直的啊，还得调整一下位置。嗯，好球。还有翻带。你还要薄下吗？弹边库再带一下。再 K。嗯。薄带 K。他现在是比分领先，成功率也高。那打得开，比较开放。对。您还别说，这球要进了，球就 K 着了。差不多。这般稍稍的把这个球打到带口附近啊，这样能够给对方是加一定的压力。楚定杰这边来看一下，一个打法呢是可以轻轻打包边啊，上方白球往黑八右上方放，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翻底带啊，尽量的去挡住或者破坏的红三，白球也是往右上方放。有接力啊。还在看啊，是否能够单下。这球如果单下实在不好打，就一定要去接力了。看样子还要打单下。低杆啊，往回来，还是打薄边往上放，两个选择。可能还是奔着左上角吧。十秒，延时。啊，并且还而且还有一定的想法啊，九号球要防过来，在上方继续去挡住这红三。很像啊，这杆球跳的。打九留上方啊，花色十二号是有机会可以留向右的角度，并且向屏幕右边下方呢去带黑八这个位置的。底杆往回退一点点，看法不够低，
翻左上角还说尽量的去仰到右上方带高。对手的球呢是有点靠上方的这个顶库啊。翻中吗？翻中带看看位置，白球，运气太好了。这个老在场上打，肯定运气好。第十八局，楚秉杰开球。先后四有球。这个阶段明显张坤鹏加快了很快的速度，落后太多啊，尽量最短的时间去获取比分。第十八局，三局领先，比分5-3。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1局。阿里体育台球联盟卡商家加盟火热开启，加盟球房将得到阿里系产品导流，有机会参与阿里体育球星到店活动，能获得阿里体育台球衍生产品官方授权销售资格，还能获得大数据球房评级，等级越高资源越多，更有智能设备支持，提高用户粘性。垂询电话400-1008147-150-0088-8465。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5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老婆，追上啊！来啊！太平了吧？
酷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国民好水，匠心品质，三诺葡萄糖补水液，运动能量平衡，补水快，喝三诺，经典铸就永恒，三诺只做经典。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三年售后质保，超十年使用寿命，售后包。三年结束，比赛继续。第十九局，张鲲鹏开球。两个阶段啊，目前还是楚秉杰领先八分。啊，看一看这一 K 效果。啊，中来有角度。我来看看下方两颗球，边沟球有下，十号球也有下的话，有机会可以打十向上呢，最后轻轻挂下黄一，这样的话这盘球就是完全解开了。现在这杆首先高杆下来啊，最好能叫到最下方的球。还可以。但是白球不能往屏幕左边走很多啊，也就是高杆不能往屏幕左边高杆走很多。最好能
撞到一啊。对，刮到黄一，十五就够了。漂亮，一点。第二十局，楚秉杰开球。依旧是有球进啊，而且十二号乖乖的到带头，打薄一点啊，等他反赛再出来。好，那这个位置来看黑八，黑八两边底的没问题，都有下。好，先把九和下方的十一跟十四打了，那上去十号跟十三下来就行。最后黑八右边底的，现在上去打十三十下来。就后面要围绕着九、十四跟十一去搅黑八，刚好就是一个对角线啊。十秒。角度合适啊，中杆登上去啊，十四再往上叫，最好效果当然可以叫到十。那这个球呢，有时候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而且比分现在已经是迫近到赛点了啊，比较近了，稳当啊，左边中带一叫，再向上去，中带下来。也是可以，主要是中间的区域非常开阔。对，那这杆球呢，需要利用中低杆了，右上方走，最好能到开球线附近。看角度打，向上呢就可以左边边控弹起来，向下直接蹬下来。
第21局张鲲鹏开球。一杆啊，直接过来。红三啊，继续。身下小心啊，不要碰球。最好效果就是可以先交到六，但是这杆球是差得太远了，五号也是不太够，不够的。反脚，拼一杆。没有。楚明杰上手，十五号右上角也可以尝试拼一杆啊。十一有下吗？还是得厚。十五号，那楚炳杰肯定是要先找机会啊，下来先把这个黑八这边带开啊。低杆会来，下方十二号啊，中低杆左塞，最好是把对方球兜走啊，因为对方手上有带口球。K 黑八。继续再过渡，十号就向上去。你这个局面对他来讲，可以自由发挥了。对，九号推下来，下方花球留一定向上角度。看看角度啊，不是很大的话，直接中低杆往上蹬就好了，过中线啊。大一点，力量不要太轻。如果笔直的话，向后啊，弹一库，还是弹一库上来，顶到了。这个十一号可以打，低杆卸力啊，减速，轻轻打，挂着反赛，全来了。现在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分数了，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境界了。嗯，啊，放得很开了，已经。练球模式，第二十一局楚炳杰胜，比分16-5。
第22局出殡节开球。哎，这球有球进了啊！嗯，两球过线，冲球胜赛局，三球进七球没有问题啊。这杆球打的时候稍微有些勉强，够着打。黄一把十二来看一下，看这架势可能还差不多，或者是带一点的右赛局，嗯，稍微超一下。左边稍微有点薄啊，新马这边右边十号球呢稍稍有点薄啊，左边可以先打。右边是两个中带啊，十号球底带打完十一，然后上边十四带口也让出来了，再来。注意身下啊，继续低杆打进，向后退一点点。嗯，就下身这七号有点分神啊，也是有点随手。啊，张坤鹏啊，争取再多拿几分啊。应该是够啊，左边地带重力往下走，第23局，真空棚开球。超大力量啊！嗯，但是还是没有球下。还记得有一回是铁岭站吧，郑宇博的冲球。直接白球直上，飞起来了，特别高。总决赛上也有。嗯。这边出饼就觉得还是领先太多了，有些随手了，已经是啊。
是翻带吗？翻带啊。右下啊，现在这位置，底带继续打，推过来啊，二号球。寺庙，岩石。啊，角度也合适啊。这杆球你要轻推的话，白球是很容易靠扣边的，所以说力量要控制好，或者说你有把握就带一点点的中低杆打进啊，稍稍发点力，不要太轻。因为你这个球直上直下的话，你叫到六也是没关系的。扣了。啊，回过来再看张坤鹏啊，同样是一个扣边球。单打还是去传？单打低杆回拉，中带继续，再低杆上去再下来。第二十四局，楚鼎杰开球。指点江山啊，有球进带，看能否拿下比赛。花色球，中带一打，过来。十五下方十号球，左右现在两边都是可以打，十四九十二下来。十五十号，那这盘还是局面是相当好，关键看他个人的一个白球控制了啊。稍微往下一点，两个球的中间的位置。
最后较直一推，八号都可以较中带啊。嗯，或者说你十号较成向上角度比较大，那你就可以去较一个底带。本场比赛结束，楚炳杰胜。张国荣这边握手了，恭喜楚炳杰在职业生涯中首次打进乔氏分站赛的冠亚军决赛。明天的下午1:30，楚炳杰对阵于海涛。啊，明天见。明天见。